不过我觉得你要勇敢一点呢，不要辜负你喜欢蜜宝的心意。而且你不相信你们之间的友谊吗？春风，我有话跟你讲。我跟蜜宝告白的时候会用这个发夹，而且我也知道你也有买一个相同的。那你为什么还不跟他告白呢？看来我们有一样的想法，但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顾虑我了，因为我也不会再顾虑你。你已经下定决心了。对，我决定跟蜜宝告白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尊重他的决定，而且我保证绝对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。好，我也会跟蜜宝告白，无论蜜宝选谁都不会影响到我跟你之间的友情。难受的委屈，去拨开那不祥的乌云，在面对你未来的忧虑，记得有我陪着你，无数个巨大的考验在等你跨越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 TVBS 42台机智校园生活。